啊，祝大家吉祥。好，大家吉祥。因为我们这次讲座呀，是我们台湾道友来大陆求发展的，他们邀我来讲。但是现在我看这个人，不止台湾了，不止台湾来道友，那很多都有。那讲的题目啊就变了。您说看这个情况，我完全是坦言道呀。那么对于这个佛教、佛法，有的不是认识很深刻的，一般的对于佛法、佛教不了解，特别是有一些个人认为啊，佛教是迷信。这个咱们传播的很多人没有了解佛教的，因为这是迷信。迷信嘛，就是不可信。但是迷跟信的两个字不能联合到一起。迷了的人信什么？什么也不信。那信的人呢，绝对不迷。因为佛法传到中国来。有时候，这各地的翻译啊，就把那个印度的梵语译成华严，有译的地点不同，有条件不同。我在广东翻译的，就按广东话翻译；在长南、在西南翻译的，就用西南翻译；有些在南京翻译的，那就是南京的语言翻译的。因为我们的大陆的语言不同。各地的翻译的方言不同，就传的呀，有时候错了，说佛本来是印度话，不是中国话，那经过2、3千年的传播，变成中国话了。人家这里有完整的话，只说了一个字，印度话叫佛陀也。中国话呢，就把一个寡翻一个佛。佛也没有翻，就是佛。完了，用中国字写出来，我中国人就跟佛呀，就是寺庙啊，就是佛像啊，和尚庙。实际不是这个含义。佛陀也翻译这个华严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觉悟的觉，明白的明，就是你觉悟了，你明白了。那你就是佛，说你没明白、没觉悟，那你要学，学什么呢？学觉悟，学明白。我这个做这个觉悟明白，不是咱们一般的所说的明白，它很深刻的、很深意的。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地球怎么成长？这在佛经上讲的非常详细。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种类？语言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复杂？因此，这个说你达到觉悟的程度都明白，那还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说世界上语言，大概是这个数字很难的确切说，究竟有好多种语言。那咱们所传播的就是语言，这个语言这是绝对不够的。我们中国的语言，就是我们中国境内的说语言。我所走的地区，我就说几个地区吧。青海到它边疆玉树这个地方，玉树囊谦三县，有25种语言。而昌都，过去。乃至于到这个西康的康定，这地方有30多种语言。在昌都往伊萨往拉萨走的时候，叫内武旗，这有40多种语言，每个地区语言不同。就是大的各个省份的，大体都是同。
光说语言学，但是我们只说人类呢，那鸟呢，鱼呢，禽兽呢，猪羊呢，各有各种的语言，这都算语言在内，你都能够听得懂，都能明白，你就是佛了。佛就是包括这语言，乃至每个人类的生活习惯，他的历史，他的成长，他家庭状况的变化，都能明白。世界上这样的人，完全人还没有。只有在佛经上讲，佛诸佛菩萨，他得到语言三昧，就是没有什么语言他不通的，只要有声音他能辨吗？这只是一种啊，只是一种。这包括其他的，你所能够了解到的、明白的，当前嘛，世界非常的乱，乱。为什么天气的变化、大气的变化啊，人跟人之间的变化，咱能完全掌握到吗？不可能。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北京才20多万人口，26万，就是围着我们北京城，水分非常充足的，没有这么热，这个气候变化，这是大气层的变化，咱们不知道。世界所研究的，研究的语言学，研究气层变化，他也不见得清楚，研究不到。但是佛呀，都能知道。都能了解语言、行动，说每一个人为什么他很富有，他很贫穷。有些人呢，生活习惯上的很自然，有些人生活习惯不自然，很勉强，还有生老病死苦，让我们不得理解。为什么他生到有钱的地方啊？他生到穷人家的地方啊？他生到都市啊，他会生到边区啊，什么原因？这个咱不知道。要是你要明白了、觉悟了，你都知道。仅举这么几个例子了，大致是这样子。为什么世界上有人穷很富，有人很富有，有人做一样事情，他做的顺顺当当的，有些人就不是了，困困难难的一辈子。这个我们都知道吗？每个人都能知道吗？我们看每一个人的相貌都不同，那说我们每人的心理呢，那就更不同了。面如其心，说到心理的事那更复杂了。我们作为道友回想你自己，你能掌握到你的心吗？你一天你的心起了好多的变化，就你看问题有好多想法，你能掌握到吗？你看到外景，客观的现实，外景的前景，环境的情况，才升起你的心呢？对景升心，升起你这个心来，你没有办法，没那个智慧。了解，我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，不见知道今生，知道过去一生、两生、无量生都能知道，这叫觉悟。没有这个觉悟，没这个智慧，也不会知道的。你一出门，天头刮风下雨阴晴，你能知道吗？但是你要学佛，有佛的智慧人，这叫觉悟的觉。是这样的谈的觉悟，那佛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含义，就是明白觉悟，说你要觉悟了，你要明白了，你就是信佛，你是佛弟。人经常有这样说，说信佛有信心没有，我们把这个信心呢就给他信佛不信佛，实际上不是这个含义，说你自己相信你的心不？这问题听来大家听着很好笑，我自己还不相信我自己啊！
我所接触的人，包括我在内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相信自己。我说这话大家可能起问号了，为什么自己不相信呢？因为你掌不住你的心。你能掌住你的心不变化吗？让它不起念，让它不生，不可能，办不到。因此啊，对与佛含义就是这样的，这叫佛觉悟的觉。我们怎么能达到人人都成佛？学呀，学什么呢？学法。佛他有他的方法，教授我们的方法，这就是佛所说的法，就是把人变成了圣人，把一个凡夫变成一个佛。其实你心呐，本具有的跟佛没差别，因为你要达到这种觉悟，达到这种明白，那你做任何事情没有错误。为什么呢？随顺因果，你明白我这个事儿该怎么做。这第一个啊，等你学法的时候，法没有一定的形象的，没有一定体相的。法又以什么来建立的呢？以你众生心。法无定体，以心而立。说心生，种种法生。心要灭了呢，一切法就没有了。能够这样的人明了的心，先自心，心指挥你的身。咱们一切动作是由心里指挥的，就那咱们医学生说是神经系吧，神经系来指挥你的身的。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心呐、运用的全是正确的，没错误的，只有佛。只有你明白了这种深深的道理，你达到这种境界。没有成不到的时候，以前达不到这种境界。这就需要你学。学什么呢？认识世间，认识一切众生，不止人类，包括畜生，包括飞禽，他怎么堕落到飞禽的，他怎么堕落到人类的。人类有穷有富，有生的边区的，有生的城市的，人有种种不同。就刚才上来我跟大家说，像他面容一样的，没有相同的。人双胞胎都有差别，总有个特征不一样的。而我们的心呢，你自己掌握不了你自己的心，因为掌握不了你的心呢，控制不了你的身体。这个道理又怎么讲呢？说你不能让你不生病。谁能说我保证我永远不会生病？办得到吗？绝对办不到的。因此啊，人说学佛就是学佛所行为的行为，他告诉我们不要起贪念，不要起嗔恨心，不要起烦恼心。烦恼就是糊涂。我们检查每个人，每个道友，你从来没烦恼过，有这样人吗？要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你从来不起烦恼，任何事物你都不烦恼，那你就成就了，就成就了。那么怎么样让我们没有烦恼？你不要生心，不要起心动念。到你心了，不起心动念了，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做不到。依着佛法这讲，你观察，观察你这个心，你能控制到你这个心，能让你的心呐，随你的自主的主持，让它不生杂念。
娘娘，这就我们佛教所说的，和尚说是入定了，定了，那心不起念了，入定了。定下去怎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任何的事情，你做任何事情，你吃饭，你把你的心定到吃饭上了，吃饭就是吃饭，心里没想别的，就是吃饭，能做得到吗？睡觉，我要想睡觉了，该休息了，我倒上那儿，就睡着了，办不到。我要想睡三个钟头，我到三个钟一定得醒。他听你指挥吗？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这个心呐、能指导一切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能掌握我们的心。那么学佛的告诉你很多方法，让心无乱动，心不要起杂念，控制这个心，让它定到一处。和尚讲入定了，我定了什么境界相呢？做一天，做两天，做七天没关系，做一年，做两年，能定得着吗？咱们连一个小时也定不住，心从来没停止过。说孩子睡觉不停止了没有？心脏不能一时停止，要停止人就死亡了。但是和尚入定的时候，他的心停下来了，叫入定，外境所不牵，怎能达到这个样子？在我们佛教的术语啊，就修观，修观，观想。说中你用你的意识来坚持间断你这个心，让你这个心呢、想的很合乎规律。想什么呢？有饮食四间相，饮食四间相是无常的，是变化的。咱们用佛教的观点说，无我的，我们说任何话、说语言的时候，都表达了无我。连我的身体都加个"地"字，我的身体没有说我身，这样说话的人没有。我心，直接是没有，中间都加个介词。为什么？身体不是我，是我的。任何事物都是我的，我的不是我呀。那我在哪里呢？在我们佛教讲，你要是能够了达我了，就成功一半了。这叫什么呢？无我。说你一进寺庙去，看这寺庙有三个门，一个是无相，什么形象都没有，那为什么呢？那是假象。一个是无作，作是造作意，说这个事物啊，不是人的造作才有的，你造作也如是，不造作也如是，根本就没有，就无相无造。一般说无愿，中间叫什么呢？叫般若，般若门。一般的我们说叫空门。从和尚说的般若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智慧。为什么不翻成智慧呢？这智慧太狭小，聪明也是智慧，悟了了生死了也是智慧。认识一切诸法皆空，认识一切诸法无常，认识一切诸法无我，这叫有智慧。但是不说智慧，说这叫般若，入般若门。因此不凡叫般若，因为这个是跟大家上来讲过的，这就是佛。佛不是有形象的，无相，也没有造作，这就是佛门所讲的空。像我一天说都是空门，把那空啊就解释错误了，
因为什么都没有就是空了，不是这个含义。说在一些事物上，你不去贪恋，你不起执着，空了，再迷心空，这叫观，观，观一些诸法空，任何形象没有的，观的是幻化的，是变化的，不是常的。现在北京城完全变了，变成不是北京城了，没有城了。现在北京有城吗？1931年我到北京时候，北京是八门八关都有城的，外头还有一个护城河，护城河外头还有一个永定河。现在还有了吗？现在我们待这个地区是大粪场，北京自己的粪呢都在这空地来炼，炼干了就把它收罗了，冬天呢好下地给下地地肥。现在是这样子吗？没有了，这叫变化无常。一个是空，也就是有也是变化的，一定达到没有。在我历史上走，这个地方燕云十六州，燕云十六州就是在这北方有16个城市，北京是最小点儿。现在我住五台山的底下那个代县，从汉朝起代县才是北方最主要的城市，有的古战场。北京叫塞北幽州，从唐朝开始，大家看过演义小说吗？那是镇守这个幽州，就是指这个地方说的。那北魏建国的时候是在燕代十六州在代州，大家可能到过那个看过那个大同，大同有个佛库云冈石窟，那是北魏时间修的。时间地理一切条件是变化的无常的，这样的认识。我现在找我旧日的那些个道友没有了，我16岁，现在93岁了。所以说过日的那情况形象地区人事关系全部没有了，新的了。北京市大小2400多重量，现在剩了4个。说一切事物啊，它在不断的变化，旧的没有了，新的建起来，新的又没有了，什么呢？这叫无常。人呢没有了，人是否无有了？是不是断灭呢？佛教不讲，佛教不讲断灭，说你另换一个形象，另到另一个处所，不是现在这个处所了。咱怎么相信？但是从你的观念、学佛的佛教的教授的方法，有认识无常，认识是假的，认识是空的，认识它是幻化的，假的空的，你贪什么呢？还贪什么？过去在北京那些个四合院，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。一个四合院不晓得变了好多主人，现在变到最后呢，四合院没有了，变个大楼房。这楼房能占着好多土地呀？为什么占着？人口多了，地方小，但是一层一层的住的人多。啊，四合院能住到现在一层楼那么多人吗？像我现在住那个那旺座33层，你说那里都能住好多人，要住四合院该住好多四合院。就是物质上变化，人类也是变化。那是26万人，那现在北京1000多万人了。
这就是形容它的变化而印是它的不真实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观一切法，佛教上观一切法是假的，不要贪恋，贪恋，就叫让你呀、啊，观就是思维想，你想完了知道一切无常的，那你还争什么呢？还贪个什么呢？您说你从这个观点思想想，你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呢？看破吧，什么事儿不要认真，无常的呀，无常的。大家看看那人民币，那流通的，你看流通的，你看这个百块钱在你手，那你买完东西了，这边不收你了，它不流通到谁那儿去了呗？那一天在流通，那叫流通券。过去讲元宝，我到北京那时候花铜板，花铜板啊，那票子也是随那铜板来的，现在铜板没有了，铜板没有了。以前从西直门到玄武门，两个铜板就够了，现在都变化了，是吧？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，要么认识无常，是空的。空的才能建设，不空的北京能建设这么大吗？一切事物都是假名。现在北京京西八县，现在北京有二十多县，不是县了，是区了，变成区了。北京为什么这么大呢？把那些县呢都变进来了，没有县了，就是。一切事物在不断运动当中不断的演变，说你不要执着，要让你呀、啊、不要贪恋，过去的东西就过去了，没有了，未来的东西还没来，说现在的现在不做，没有一样是真的东西，叫你因此你看一些事物入世，不必贪恋，也不必生烦恼，怎么有八样的观点看不破的，每天都经过，耐别离，你最亲爱的人呢、啊、他死了，死了不就离开了，你再想让他活呀，办不到了，最亲爱的你不想离开，非离开不可，就是死亡。出远门啊，现在交通便利，还可以随便回来。但是现在也是他犯了法了，犯了法了，住监狱回不来了，那不自由了，有等于没有，说这是奈的非比离，别离不可，相聚不到，那你冤家，你不愿看他，啊，但是一天在你眼前，你想也躲躲不开，这是怨憎会。还有不想求得的东西，最喜欢的东西，求不得，求不到，不能按你的愿，想求求不到。这佛教想说的呀，说你别人经过这一个痛苦，怨憎会耐不离求不得，最大的是无运之胜，无运之胜。什么叫无运呢？人家的整体来说呀，就是色跟心两种，在佛教的术语啊，受想行识属于心法，身就身体属于色法，塞心二法，它是随时留住不定的。这五蕴要分家，就是你该死亡了。受就是你得享受，享受心理上的啊，
行是运动，你每天都在运动当中，身体在运动，从小孩变成老，就新陈代谢。说这个在佛教讲是八样啊，一样也避免不了，最后变变到你死亡。这就是我们佛教讲的生老病死四大种，从你生下来就在变变变，变得你老了没有了，乃至于生病突然死亡。不等生病啊，出车祸呀、啊、战争上的啊，各种的死亡的多了，就是生老病死一样离不开，最后呢死亡消失了。死亡是不是断灭了？不会，又来了，随你所做的业受报，再来时候不见得变人变狗啊变猪啊变羊变畜生啊，甚至我们佛教讲下地狱，就是三恶道，就是在这种循环不息的当中，只有佛的智慧跟你说这些个法，说这些个法，法就是说这种种样样的事儿，你在哪个事儿能做得了主，哪里做不得了主。说你让我这一生不生病办不到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，你权位好高权力好大做不到。这是一个，但是死人人都要死的，而每个人心里想到死吗？没有。人无百岁，他怀的是千年忧。说你这样来认识世界，来认识人生，就像那花似的，花有时候开了有时候谢了，开的时候啊人人都很耐很新鲜，谢的时候人家就不要它了。人也如是，人家年轻力壮的干什么都可以，到老了像我这样老头子没人喜欢了，没人喜欢了，老了就尽于消灭，这叫生老病死。这个苦难呢、啊、谁也脱不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发心要断这苦难，所以学佛就这个目的，就是我们的心能转变生老病死，那你得有力量。有什么力量呢？依照佛所教授的方法去修观，观想，观想着无常，观想着苦，观想无我，观想空，最后是都是空。你这经过你这些观想，你不去执着了，不去贪恋了，不执着不贪恋了，你得到什么结果呢？解脱。佛教讲解脱，就是看破了，任什么都是假的，心不贪恋，也不随着他去颠倒，无常的当常，本来是苦的你当为是乐，乐是苦因，苦因啊，就是在你这些观点观成熟了，你就自在了。怎么达到自在呢？看破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不贪恋，看破你才放得下呀，不执着呀。你最亲爱的人他死亡了，你应该呀给他唱葬歌，他解脱了，死亡了就是解脱了。咱们呢要产生悲难，那死的人就没有悲难了，看破了放下了，什么都不是做，不就自在了吗？这个时候你才把你那个肉体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，是造见五蕴皆空，造见五蕴空的这个照就上来跟大家讲的，我智慧有智慧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这都是假的，
那什么是真的呢？智慧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出家求什么呢？求智慧，求般若，般若，般若智慧没有死亡，它也不生病，它没生老病死苦，一切障碍都没有。有智慧的人，他的任何事情不烦恼，啊，知道是假的，这就有智慧。但是我们佛有所有的佛教徒，求的是什么呢？智慧。怎么求呢？求的方法，就我上来说的了，你看一切法，看就是你观呐、啊，不是眼睛看呐、啊，说心里想哪样事儿是真的，没有一样真的，没有一件事都不能留恋得到。你看空了，看空了，看空了，你就不执着了，空了就解脱了，有解脱的翻译别名。修行这个方法，你平常关照你的心，看你心住在什么地方，你能找到印证你的心，有智慧了。现在我们那个用的不是心，心呢、啊，在我们佛教讲，不是我们心生长那个幼团。是我们那个心跟佛所成道那个心是一个，在我们佛经寡讲这个心的，讲的很多的经论讲这个心，心里它无处不在，那无处都不是，这叫我们佛教的禅宗，处处的都是心。处处有都不是心，这个道理就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这样想象的认识得到的。大家可能有读金刚经的，金刚经的，然后我们因为羡慕的俄罗汉了了生死了，俄罗汉都不知道心在何处，他用的是识，不是心。所以在我们佛教也讲发菩提心，就是你那个灵知灵觉那个觉悟，那就是心。但是它无助，你找不着心在何处，这就是我们佛经所禅的何处是心。过去古来问这个问题修了几十年找不到，找到了它有什么大的好处呢？找到就是成佛了，没成佛嘛，也证到空理了。空理所显现的，就是不是我们所应时的因缘所生的，要离开因缘。离开因缘所生的那个真心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假的妄想当成真的，心脏那个那不是真的，妄想之中的第六意识，是第六意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是那第六的意，那叫意识。我们眼睛看颜色，眼是眼根，这叫根，外头是尘，眼根对着外头的尘景的时候没有分别的，中间有个识，眼有耳眼识，中间分别青红紫白，那是识分别的，不是眼睛分别的。耳闻声是耳识，不是耳根。我这个识坏了，现在我这耳朵就听不见了，那是个助听器，还是不好大，不大好使。有啥呢？识老了，
磨损的它太不经用了。眼有眼识，耳有耳识，鼻有鼻识，就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咱们佛教讲十八戒，每一戒有一个界限，说眼对鼻的相分辨不出来，中间有个识，哎，分辨清空此外，说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，是那个识的作怪。这个中间就十八戒中间六识，心呢也入世，心识，等它识坏了，那就迷了，就迷了，真正迷了。那它心识坏了，分辨不出什么了。有几种病得到这麻风病，麻风病就人心里疯了，不是外头风向，心里头有疯了，那风大偏重，他咬手指头，自己咬自己手的没有痛觉了，识全部坏了。看着他这个人有身体，没有识神了，没有识神了，这叫六根、六识、六尘、十八戒。修道的人先断这个，断了并不是无知，他有智慧，把识啊断了，升起的是智慧。智慧不是分别，是照亮，跟灯光是照亮的，没有分别。但是那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，他度众生不去跟众生分别，没有贪耐心，他平等平等的，就是修道把识、把智、把那个根尘识转变成智慧，就智慧的现象，智慧的现象，就有智慧的人一切都知了，这就达到。你怎么能达到有智慧？这就学法了，这就叫佛法。觉悟明白方法，佛法是觉悟明白的方法，不是迷信。迷信是识都没有了，什么也不信，他信什么？他失掉了，失掉的智慧能力。因此佛有好多我们在家的道友们学佛的时候只能学皮毛，不能学深入。深入是达到呢，达到万法唯心，每一法都从心上起的，起的时候还归于心。这是我们华严经说从此法界，法界就是心，心是法，法没的界限，没的界限。咱们现在有男是男的，女是女的，大是大的，小的小的，都有相对的界限。感到你无分别了，没有界限了，是不是笼统了呢？没大没小了？不是，它是大的像小的像，平等平等，贫富啊，受邀啊，贵贱呢、啊，把它看成平等平等，随缘而起，随缘而灭。要达到这种境界呢，就修的修成了，差不多了。那现在我们初发心，初信佛的人，那就因为一切法都是实有的，那佛像跟人像就不同。佛经上的文字跟世间的文字不同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我们念心经的时候本来是般若波罗蜜嘛，在佛经上念波，念药，那在佛经上他就不念波了，不念般了，不念药了，叫般若，就不同了。因此啊，在佛经上所有的文字跟世间我们一般的学的文字呢，那你得单学。好比你在佛经上看到罗，姓罗的罗，
那佛经是念腊，我说腊，因为它翻译的音不同啊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看佛经的时候啊，必须有四川。老师讲给你，你才能知道，不然呢，还产生很多错误，很多错误。在初学佛的人呢，啊，像我们这都是我们台湾道友啊，都大概他们都久学佛的了。我今天来给他们讲的主题啊，不是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个。我跟现在我们这很多道友出来的，我讲那个题目啊，没办法讲了，我就临时改了。我看人不同，佛说的法。得对机，人听得明白，能够进入。那佛说法的不对机，说他做什么？说起人家不懂的话，我念个嗡嘛呗叭呗哄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嗡嘛叭叭叭叭滴滴滴滴滴滴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这就是密意，你不把它翻过来，不把它用解释解释，你不能知道。要是解释了呢，你也不能进入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这念嗡嘛呗叭呗哄的人很多，什么意思呢？白莲花，嗡嘛呗叭呗哄念这个咒是就是念白莲花。那白莲花你就不念了，我念白莲花干什么？不是，嗡嘛呗叭呗哄你都要念，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这就是咒。但是为什么翻译成白莲花成那个密呢？这就深了。白莲花是那个字意，白莲花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密了，密宗密宗了。白莲花是现象，不是白莲花。形容它什么？莲花生在污泥当中。但是它生出花来了，又香又洁白，干干净净的。说我们人在这个六道当中，在这生死轮回当中，很脏的，生出来佛果，成了佛了，就在这个众生当中生成佛，清净了。大家都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往下成佛了。你形容着，你从他的字观想他的道理，就深入了，那叫密。大家也能知道呢，嗡啊哄，没有反，你管念。嗡啊哄是什么含义呢？身口意，就是你的身口意呀、啊。当你念这个。嗡阿訇的时候，跟那个佛，跟文殊菩萨菩萨的那个智慧，跟那个地藏菩萨大愿，跟弥勒菩萨大悲，全合了。说你的身口意跟诸佛菩萨的身口意变成一个，那你越念越亲切，就是反迷成悟。说你不知道的事儿啊，你修行修行，你会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了。就是我上来跟大家所讲的，讲的什么呢？你怎么认知佛法？佛法是觉悟的一个方法，想达到这种觉悟，达到成就，把你一个凡夫变成佛。在生死当中流转当中，成就了不生死了。生死呢是现象，不是本质。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不生不灭。佛的含义就是不生不灭。你能达到了不生不灭了，成佛了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。怎么样能达到？这要学法，法很多，法很多，但是从你的心里，其中观，观能观的
是你的心，所观的是外头一些境界相，能观关于所观，产生了一种智慧。在能观观所观的时候，中间产生一种智慧。当你观见事物观久了，认识事物的变化，变化。好比现在这花搁这儿，大家都认得，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在变化过程当中，你不见得理解了。一个人呢，当这个人你最初看见他是什么文化也没有，什么知识都没有，他一旦学佛开了悟了，他什么都知道，那叫开悟，就是把无知变成有知。咱们这是右眼，隔一层纸你看不见了。当你右眼失掉作用时，变成天眼，你能看到斗笠天，你能看到夜幕天，看着天人做什么，这人间做什么，你也能看到美国纽约现在哪些人活动。那头几年，头那十几年了。我们在美国有个寿爷老和尚，他在美国回来坐飞机，在上海下飞机，哪些人接他？五台山的他一个道友，在五台山，他在屋子里头在那休息。后来寿爷老和尚到五台山去，他跟说，他说你呀、几号几号从上海下飞机的，哪些人去接你去了？我都看见了。就是他在病中看见的，就是、他的眼睛啊，能看到正面，也能看到你美国看到。为什么？这就修得了，得了没有障碍了，就通了，这叫通。通是指这神，神识通了，而每个人都能起到这个作用。所以，学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。来这样理解它，它能产生什么呢？产生很多的你意想不到的肉，能理解到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这有很多道友去朝五台山，他看的是山，看的是石头，看的是土，他并没有认识五台山。五台山是黄金世界，你拿块石头是石头，你当不了黄金，因为你变化不了，没这个力量。在佛经上说，《华严经》说，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没到过中国，他就说中国有个五台山，不叫五台山，啊，它叫清凉山。你到五台山看的清凉山嘛，境界上，这是现实的境界。在西藏看见五台山叫日五在那，日五在那名字不同，含义也不同。他看五台山是金色世界，咱们看你看土木三十。一个事物的看见认知啊，这看不是眼睛啊，说你的认识的能力跟人家所认识能力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，你看得太近了，就眼前的财富啊、名闻啊、利养啊，你看不见更远的，离开这些个东西更有它微妙的殊胜的境界。说学佛教学佛法就达到这种境界，求什么呢？求智慧。一般那么说了生死，什么了生死？就我先前跟大家讲的观的含义，用你的思想的修，不是用眼睛看。修是什么呢？修了修了你，谁修了你啊？你自己修了修了你自己。把你那个心的想法，你那个见识，
电视你看见的事物跟人家看见的不一样，人家看见一个事物是幻化的，没有真实的，不必贪求，求也求不到，是你的别人抢不去，不是你的你保护不住，这是佛教所说的道理。让你信就是信这种道理，信一切法无常，信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，信一切境界相是空的，信了而后能行，行了而后能证得，证得你就无奈了。无奈的含义呢，是没有障碍了，你什么苦恼都没有了，什么没烦恼也没有了。咱们佛教就讲的解脱自在，但是这种境界啊，达到的时候很不容易，达到了就是说真正的对你没有障碍了，你也没有痛苦了。痛苦产生着什么？说你心里放不下，患得患失。要没有这种思想了，那你心里头就愉快了，愉快了。啊，那现在嘛，跟我们台湾道友说这些啊，你们那个远离这个故乡，到他乡去奋斗，带你来这里的经贸易的时候，有得有失。得了身心平安，你所做的事业顺利，失了的时候呢障碍很多，障碍很多。但是现在咱们北京的我还没听说，我到东莞，广东东莞啊，翻越樟木头深圳，大都是在广东这些个地区的多。他们有时候是贸易不顺心，还有时候是自作业，没办法。什么叫自作业呢？自己做的。可能我们有些个道友会知道的，背井离乡，远离到大陆，人也生疏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为了什么？就求发几个财嘛，求钱嘛，钱没有得到，而得到的什么？伤害。伤害是怎么来的？自己找的，自己找的。可能我们有些道友晓得，一到大陆最初还很好，投资啊、贸易啊，赚了些个钱。那贪心就来了，说心花了啊，一次啊就包二奶奶包三奶奶就来了，这一来啊，不但钱没得到，老命也出脱了，这个难见好几个。这些人我以前曾经经过道友们介绍研究研究，他这个为什么，什么事都为什么吗？有些根本没信仰，我不是说赞叹信佛的啊就好，不信佛的就坏，但是因为我们天天来在座的都是信佛的啊，我这讲感应讲加持力啊，信佛我刚才说的道理是理上，现在讲讲事。事是什么呢？我对佛对佛教我很信仰，就是恭敬供养，我也受过三皈，我例如说遵照啊经上的教导，我念地藏经或者念观音经，念菩萨求菩萨加倍，有没有加倍？
说我歇了之后究竟我能得到什么，成佛太目标太高了，我不想求那么高，我就请保佑我平安，保佑我如意，这不是没条件了，也得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你的心呐，得善良。我说我求发财，就不管人别人了，你们的财富都归给我，这样就发不了财，生意贸易也不见得好。我怎么样子平等心？我们三宝弟子有很多得到加持力，还不认识不到。坐一个船上，这轮船翻了，掉到海里去了，摆渡，人家都死了，他没死，那不是报吗？一个大都市失火烧火，那竟是一烟雾爆炸物，是一趟盖，烧了三天，烧过来烧过去烧过来，中间有一家小房子一直没烧到，使人产生怀疑啊。记者到他们家去调查一看呢、啊，两婆媳，男的都死了。这是宣传啊，说出信佛的人，那家里有个小佛堂，那大火的时候他梁母亲就在那拜佛，那火在这飘过来飘过去，我记者调查，我是看着报上的登的啊，我没见到报纸上这么登，和研究他为什么没烧他们，因为他们两母喜就在屋里头拜佛呢。你说佛法有加持没加持？类似这些事现在看的杂志上也有，看见那个灵感录上也有，增加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是有加持的。我自己是这个感觉，我自己也跟大家作证。我八十岁的时候开刀的时候，隔那个直肠癌症啊，隔好了，医生跟我说活不到五年，我今年93岁了，活了13年了，也活了。本来是坐了几十年监狱，也该死到里头了，我也活出来了，也没死，为什么？要等着我跟大家讲讲呢。一切事物啊，它有无想不到的变化，就刚才讲的，这叫佛的神力加持。类似这种事儿呢，灵感路上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因为嘛，信佛有这些个力量，有这些个力量。这是我们一般的道友，像我上来所讲的呢，那是我们求的甚深了，求成道，求成佛。这是我的那个来五台山呢讲《华严经》的，华严的境界跟我们现在境界不一样的。我讲的是人间的，人间佛法。佛法在人间，在人间就是我们要依着他所教授的教导去做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利益，得到的好处。你不去做呢，也没有害。我不信佛，不信佛也不会给你增加点，说你不信我要害你一下，没这个事儿。你不信嘛，只是得不到加持而已。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念地藏经的，当他念的时候得到很多的好处响应，不念呢也没因为你不念得到很多坏处。因为这是佛法平等的，因为什么我们求呢，求佛菩萨呢，最后
我们的道友多朋友求吉祥啊，求如意啊，就消灾免难呐、啊。在生意上呢，不说发大财吧，要么生活都过得去，别亏本儿。千辛万苦的，从那个背井离乡来到这儿来做个生意，啊，再赔本儿，再受伤害，那对我们佛弟子是想不通的了，不会的。绝对有加持的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这些个嘛，临时解个缘，因为人也变化了，跟我想象的不同了。我准备的都没有讲，临时看情况讲。这叫佛法因缘生，因着什么缘呢，都生起什么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